大家都有机会打，知道，很好，哇，全垒打，这是算分数的，对了，算分数的哈，对对对，这样比较有意思，这样比较有意思，对，快被打完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啊，快点，这样就四分哦，要算分的，不要算错。 这没有吧？这分数的啊，全部打完了。哎，我是第四棒被淘汰。还有人，两只手靠近一点。这个有得一分。哦，来，大家看裁判。裁判前分钟都。练小会议啊！哦，还有那个哦，还有战术的。哦，这个有那个样子。有那个样子哦，有小队长的意思的样子哦。那个要投。有战术的哦。我捏你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不是这里。哦，那里面也蛮专业的。这个也带过来了。裁判长啊。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哎，对对对对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加油啊！ 快点跑！一垒一垒。哦吼！再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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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个全部都是死球啊！穿过步道是死球，去捡球了。对，刀了。二垒就好了啊！对对对对对对。再捡球了。要要。一垒。你说什么意思？那个穿过步道是死球线，但是死球线后面就不要捡了。对，怕危险。哦，上去会跑。哦哦哦哦。这个过去就好了解了解了解。不要再捡。 正南推了，不要紧，正南推了。他说的。来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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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
力了，不能倒垒，不能倒垒哦，球打出去才能跑。哦，哇哇，哦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换一轮回来回来啊，回来快点。你这没有打过棒球哎，奇怪了。你在学校没打过棒球？有啊有啊，就看球丢到哪边就赶快跑、啊。对，跑地你干嘛、啊？如果速度快，可以跑到三垒。看你够不够快。我可能只跑一垒。哦。好了，我们见敌人了，是吧？这男的还蛮猛的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看到你摄影机在这边拍谁？哎哎，哎，这摄影机在这边。哇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快点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！啊，赶快！踩点，踩点！踩着，踩着！踩着就好了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我只要把你那一个发现。等下你把球打出去，你没打出去，就是这个正常。你们三个只要回去就好。我原本现在很白啊，然后因为。你既然要把我那个，那你代表你的两只脚中间已经很空虚了。啊！打过。对，打了。对，是啊。哎，他最后一棒。台湾人有一回桌子。一定要踩住了。有一半是台湾，有一半是你们。差不多了，每一队都这样子了。因为没。好。那三个。好，加油。下一棒是谁？这个还是好，跑太慢了。他那个在无线的接打都大二了，我觉得。一轮的跑，轮一轮的，对。绝对会三针出